赵省长来，就这么几个随从，那不更好吗？快动手吧！等一等，还等什么？ 他们停下了，弟兄们准备好！等一等，快！大家上马，快！快的，走了，大哥，快！就！人心的子弹打不响。
车怎么办？我的车。 下马歇一会儿，。先在这歇一会儿，关京啊，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。快点！别让干部给你跑了！你先躺一会儿，我去看看。 现在就把牡丹托付给你们了。我出去引开官军，你们带着牡丹还是回到索伦山去。今后。
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举起义旗，跟官府干到底。大哥，我不走，我跟你在一起。高大哥，跟他们拼了吧！官军呀，追杀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大人不行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也是。你们看看，他现在怀着孕，他这个样子，一个人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。咱们兄弟一场，也干了一番对曹燕有意义的事情。照顾好牡丹，还有我那个没出生的孩子，啊，就这样。高大哥，高大哥，咱们苏伦山见。
王爷，看您这样子，好像不打算回来了。夫君啊，你说咱们还能回来吗？嘎达梅林他们让我赶尽杀绝了，草原上的牧人会饶恕我吗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您现在就要走啊？您不等着看看嘎达梅林的下场以后再走吗？就算老嘎达是只雄鹰，可他已经钻进了网里，怕是有翅也难逃了。哦，王爷，二少爷传话来说了，他一定要提着老嘎达的脑袋来给您送行，您就再等等吧。不，我不想看。按照您的吩咐，奴才都准备好了，这一路上的吃住都有人伺候。王家我已经换了新站票，还有车轱辘油都是奴才亲手上的。好啊好啊，四王，你到外边候着吧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啊，他背着您干了多少坏事啊，他卖了您多少草场啊，王爷，这些您都不知道啊。你真以为色王背着我干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吗？可他毕竟跟了我20多年呢。可是色王他背着王爷做王爷，他背你呀。再说干大事儿的不会在意这些儿女情长的。这话是张大帅教你说的吗？他还教你什么了呀？啊，王爷，王爷。不错，色望替王爷做王爷，他该杀，可不是现在。你呢？我怎么了，王爷？哎，女人呐，总爱自作聪明，聪明到了把王爷当傻瓜，把自个儿当成王府之主了。没有，王爷，我没有。惩治色望，自有安排。至于你嘛，王爷，我患上您的血脉，患上您的儿子了呀。我有儿子。大儿子是美国的博士。王爷，王爷，我求求您，求求您饶了我吧。我，王爷，看在我伺候您8年的份上，您就饶了我吧。